在越南街头买一根柬埔寨的烟到底要多少钱？今天我带你们来了解一下。老板娘，给我来根烟。不是我，我来根柬埔寨的烟。对的，越南这边进口的柬埔寨的烟要多少钱一啊？我给老李们看一下，这就是进口柬埔寨的烟啊。来，给我来一根，这样一根多少钱？一根柬埔寨的烟2000块钱一根，合成人民币5.89嘛？什么什么5.89？就是五角多钱？不到6角钱。给我点烟。当然，老板娘这边也支持点烟服务啊。嗯，没点着，再继续点，没点着。点烟都点不好，以后我什么还在家一千？点烟都点不好，我以后怎么来拍照？怎么来买水？好了，我走了啊。下次点烟点好点，我给你多介绍几个客户，知道吗？